你还上山拜佛去不去啊？干嘛跟我说话呢？啊？那真厉害，真的，有钱时候拜家，没钱时候拜佛呗。你看你这傻话，那我不行去拜一拜，求财运吗？在求人求己之间，你选择了求佛；上班上进之间，你选择了上香。你可别为难那佛祖了，真的。那我主打是一个心诚则灵。妈，还心诚则灵呢，真的。上辈子好吃懒做，这辈子没有错，你不如拜拜我。哎，你要没有我的话，你还搁家里躺着呢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瞧不起人。我妈小时候都给我算过了，说我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。啊，你用实际行动证明告诉你妈了，封建迷信不能有吗？说的对。那、哎、你说你咋不问我，我为啥上山呢？为啥？能为啥？花小钱办大事吗？花着几十块钱的香，许着几百万的愿，真的是在努力赚钱和艰苦奋斗之间，你选择了感动上天。佛祖看了你就害怕。跟你说话真闹挺。口不对心，还是来你与我心疼有心病毫无白不灵神。看电影的啊。嗯。哎，硅谷银行都倒闭了，你看没看呢？咋的了？啊，幸好我没钱存那儿，要不然我这会儿功夫该多上火呀。哎，人家都说现在买黄金合适，你买点黄金放保险柜里啊。嗯。不是我读书少，我不太理解，我买金戒指、金手镯啥的有用吗？不买股票，不买黄金的股票基金啥的吗？啊，你看我啊，那存钱从不存在一个地方，你看我的安全意识多强啊！妈，你多厉害呀！那一万块钱存款，80家银行倒着存，就为了人家那点米面粮油、卫生纸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叫会理财。妈呀，你这会理财的选手，你这存款咋就一万块钱呢？哎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啊！你说银行咋能破产呢？那钱花没了。你没听网上给你解释的吗？你就好比吧，你是储户，哎，你往银行里边存钱，一人存100万，哎，你们拢共有10个储户，然后这不就存1000万了吗？然后银行拿着你的钱呢，出去放贷、盖楼啥的。完就是楼盖完了能卖个1500万，那500万那不就银行挣的吗？完了象征性的给你们10万20万的利息，毕竟用的是你们的本金嘛。那我要用钱呢？你这期间要是想取钱，就他不会把所有钱都拿出去投资，他可能拿出去600万，对吧？那是400万流当做那个流动资金嘛，当你们取钱啥的。那咋还能破产呢？那稳赚呢？哎，问到点子上了。这期间呢？假设老弟你要娶媳妇儿，哎呀，完你需要用100万，恰巧你们这10个储户里边有5个都要娶媳妇儿，这时候那银行流动资金就不够了，那不够了，你到那嘎取钱，你一没钱，你这一听你恐慌了，你来个大嘴，你就得出去说去，妈完了，银行没钱了，那五个人一听也恐慌了，也来取钱来了，不就破产了？啊，这我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懂。老弟你就记住一点，哎，无论是银行破产也好啊，什么降准呢，什么那些什么词儿，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你都不会影响你一个月3500块钱的工资啊。那还行。嘉禾，哎呀妈，前男友，你还活着呢？你说话还这么损啊？哼，托你的福，口才越来越好了。我这两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要说我过得好的话，你不会问我借钱吧？你对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印象呢？你把好去掉，我对你就没什么印象。这两年感情路上顺不？顺呢，一路上都没啥人。没谈恋爱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做市场调研呢？我一直关注你抖音呢，你这还那性格啊，没变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也一直单着呢。嘉禾，我俩吧。打住！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你，我还爱着你呢。爱来自心脏，不是口腔。你这你提了个臭嘴，逮谁爱谁，真的是。自从住你心里，我发现了，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那不光住着我自己，还有老多邻居了。你说你这么丑，我都能掉入你的鱼塘啊！我发现我不是一条鱼呀、啊，我是虾呀、啊。但我现在眼睛治好了，我现在像明镜似的。你不用拿我当250了，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了啊！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有事儿，你走呗啊！祝你寿比昙花，以后我尽量绕行，行不行？尽量绕行啊！你会没啥事陪我唠会儿嗑吗？
上次不是中过了吗？上次中那个没有活。上次中的丰收了，这回是第二茬了。哎，老弟，这样你没事，你那啥，你一会儿陪我去退个毛呗。不是你上次刚种完吗？这次咋又开始退上了？上次是种睫毛，这回退腋毛。你看你身上就总共那几根毛，那不是退完就有病了吗？啥病啊？老铁，没毛病啊。有毛吗？一根都没有。我发现你们女孩子强，你看真好赚。眼霜、面霜、颈霜、身体霜，身子来个脚后跟都有自己个专属化妆品的嘛。你再看我们男的，一瓶大包，从头到脚。那我们的脚后跟也要很精致吗？败家，真的。天天说不要彩礼，是不要彩礼吗？那娶你啊，正儿八经属于是分期付款。哎呀妈呀，花你钱了，你花的那么密呢？现在又换新皮肤了，败家子。你懂啥呀？那春天风雨都不得换件外套吗？这是我在德国顶新买的 ZV3的连帽外套，哎，插肩袖，宽松版型，非常显瘦。反光条的设计，一整个日常休闲风满满。还别说，挺显腿长的，后面也挺酷的，借我穿一下。别，我评论区自己买的吧，才100多块钱，而且点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的五百块优惠券呢，啊，划算。行了，别画了，快走吧。他们都说了，你视频、照片和直播本人差距太大了。妈呀，视频是视频，照片是照片，本人是本人。那视频得加滤镜，照片得 P 呀。再说我照片 P 的过分吗，老弟？我觉得我照片 P 的不过分。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，有错吗？你想啊，万一有一天走大道顶上，啊，万一有膈应我的人呢，拿着视频、拿着照片就能认出我来了，岂不是很可怕？我就是想自己保护我自己，我有错吗？好好，没错没错。再说了，我这叫百变，哎，线上一个样，线下一个样，化妆一个样，不化妆一个样，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。找女朋友谈恋爱就得找像我这种，对不对？一成不变的，那不很快就没有新鲜感了吗？像我这样的多好啊，可汉子，可御姐，可萝莉，可傻白甜，找我一个，享受整个后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呢。嗯？啥节呀？情人节。你那是倍思亲吗？你那是闻欢已香了。那打扮打扮呢？你瞅你造的，那谁能相中你呀？一天穿的跟我老似的。电视剧《狂飙》看没看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？有气质、有内涵的才能做大嫂，袒胸露乳露背的那种只适合上白金汉上班去，明白不 ？OK 不 OK？ 喊啥不喊？咋的了？干呀？你是不是处对象了？啊？咋说呢？那谁送你的项链啊？那钻那么老大颗呀？就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吗？好看不？这是我在德国买的 CMFY 的那个灵动之心小项链，才100多块钱。点我评论区还能抽那1000块钱五百块优惠券啊！还是品牌直发，正品有保障。那你链接发给我呗，我给我对象买一个，快点。我跟你说，送口红吧，色号容易踩雷；送戒指吧，尺寸你又掌握不好，对不对？送项链最好了，你穿啥衣服的时候，你不就搭配点项链吗？对不？而且说这是经典款的，还不容易出错，礼盒装性价比高。妈，大哥的女人可不用考虑性价比。谁说我想做大哥的女人了？我的梦想是成为大哥。听我决定了，我租个档口卖鱼。哎，你怎么后反劲呢？哎，看那个世界杯期间吧，要上那卡塔尔去打工去。哎，我还看看电视剧，要上档口去卖鱼去了。哎，间歇性的踌躇满志，持续性的混吃等死，是吧？我悟了。你又误了，你又误啥了？没有物质的爱情是盘沙，那不用风吹，走两步散了。妈，那是你误的吗？还沙呢？你那都是沙漏，老弟。那存款300块钱，交医保都差50，生存都濒危了，还想着精神层面的生活呢？有毛病的都。哎呦我的妈！